黑色口罩只露出一双大眼睛，白色棉服内搭灰白格子衬衫，深色牛仔裤配上白色球鞋，显得十分学生气。黄俊凯和同学一起搭伙吃食堂，故意传闻不攻自破。还有网友爆料，食堂大妈为了多看他几眼，摊个煎饼果子愣是坐了十几分钟，让黄俊凯排队等了好久。而近日在参加某活动时，疯狂的女粉丝们问黄俊凯：“你可以娶我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你。”黄俊凯温柔地说：“不可以。”粉丝带着哭腔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黄俊凯说：“因为我还没到法定年龄。”女粉丝感觉看到希望了，接着问：“如果你18岁了还没结婚，会娶我吗？”黄俊凯机智地回答：“我也未婚，也单身，可以。”粉丝听了他的话，感觉快晕倒了，真的很温暖，还给粉丝们留一线希望，有没有？11月7日消息，昨天晚上有朋友在北京国贸附近偶遇到王思聪，同行的人群中没看见网红豆德，但仍有两位美女作陪。照片中王思聪穿着黑色 T， 拿着菜单认真的看着，同行的美女也认真的品尝着美食。随后网友说道：“这次同行的女生有点丑，校长最近换口味。”